来吧，反正你打那么多次，我现在已经超手了，没关系。让我更新哎，超更的。下去。这对 SOP 要打对了。我刚刚先看一下 SOP， 打错就变不好打了。那我来示范一下什么叫正确的 SOP 啊。真的，我现在已经知道怎么打，我等一下打给你们看。变好打很多啦。SOP 打对的话。干两颗而已，这个算失误。干不把它干掉不行哎。下一关比较不好磨啊，新出棋手。新出棋手，线可以断就让它断，无所谓了，我自己觉得啦。算了算了算了。我先试一看，试一下线不断的打法，看看行不行。可是觉得，啊，我跟你们讲好了，
CDE 的时候，那再让它断线，这样比较实际。做点小输出，稍微削一点血而已。宝贝，哦干，妈的，差点把他弄死。既然这样，我连水雾都不用开了，我直接把他干掉就好了。好，再把它干掉啊！对嘞，然后很重要的是，在这一关，记得你要消一 combo， OK？ 你要消一 combo。为什么？知不知道？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一关要消一 combo？ 啊，司机不开卡，没有开马就不用，就不必要开啊，开马骑刚必要卡，除CD非常好，很好，没错，除CD。所以我天降我也不管他了，他没天降我就轻松打，啊天降我也不理他了。干消到，你看，消到就无所谓了，直接冰河给亏了一下。完了，这个 CD 刚刚好，弄他一波，弄他一波。OK， 好了，直接送他离开了。是，对对对，我消到火柱，不好意思，再一次，我这不教学秘技啊，秘技教学，我才无七龙科的气，我个兵个外形。
不可能更新啊，我那么多状态，不可能更新啊，他一定要去啊，他一定要去啊，真的相信我。好了，可以开始刷一波漆了，怎么失败啦？赶快刷一波漆啊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一波 seven。Hello， 好多一波三个刷过去，好多好啦好啦，下去吧你，抱歉。你有看到观众的一波 saver 吗？我相信你应该没有看清楚，眼睛不要眨，看好了我的一波 saver 哦，来喽，来喽，我来了。等一下，干会燃烧的，我刚才没有看到，差点就中招。哦，来，我来 K 二，三个真伤，你还想跑？得罪了方丈还想跑？下去，对吧？我刚按下去的时候，我看到烧毁的痕迹，真的差点又中烧毁了。可以了，没问题啊，起码。OK OK OK， 好。